Oi. Thank you.
梦境庄园的重点景观酥脆奶油谷，是一曲由酥脆威化携手草莓奶油谱出的雪域华尔兹。从起点出发，沿途你将欣赏到绵密细腻的奶油云朵，令人垂涎欲滴的前世奶油甜筒生产线。记住哦，利用彩虹桥可以跨越甜筒山崖，巧用山间的旋转跳台也是赢得挑战的制胜关键。白云般的奶油，小山样的甜筒，简直就是仙境。有个为他停下事业，把所有原料运来建赛道的爸爸，这大小姐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谁在那偷听？谁偷听了？是你们愚蠢的对话打扰了我的用餐，差点呛到。公主，你也来参加挑战？哼，谁会参加那老头的可笑挑战赛？我可是依莲大小姐请来的贵客。难怪钱伯伯说依莲从前乖巧又甜美，看来是被你带坏了呀。带坏依莲？钱德勒自从有了所谓糖果事业，早把女儿丢一边。依莲整日在糖果堆里和洋娃娃为伴，要不是我带她赛车，她能像现在这样活泼快乐？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啊。最瞧不起什么都不知道就妄下论断的人。你们响应挑战，先过我这关。Thank you.
梦境庄园深处的糖果乐园是一个糖果与蛋糕智慧而成的甜美国度。赛车手需要利用浮空带穿梭飞翔在空中的巨型甜甜圈，才能穿过下方流淌着的巧克力盒。输入梦幻之境时，可要小心别被赛道中的多层特殊进道绕晕，认清标志才能顺利通过挑战哦。好大的蛋糕，大到打破世界纪录了吧？糖分和卡路里也打破世界纪录了。为什么不去见见钱伯伯？他很想念你。我只是来看看那些笨蛋会来参加这愚蠢挑战，找回童年回忆。笑死人了！钱伯伯为你打造出这么梦幻的糖果赛道，你没感受到他的用心吗？为了我，别被骗了。我确实要他给我建造私人赛道，可他趁机植入糖果，大搞什么挑战赛，还不是为了给公司打广告？糖果这种身材毒药，我早就不碰了。依莲，干嘛？真讨厌！你摆出这副同情的表情，有我在，你们别想赢得挑战。好，为了钱伯伯的良苦用心，为了糖果的尊严，军工车队向你挑战。赞助你们继续飞射地图积木站的旅程。
我就会给。